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975页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，要从前面看经文好了啊，看经文，在974最后一行啊，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没讲完。汝等得佛经语，熟思为止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圣尽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又不苦痛之道。念老的注解，右面这一段经文是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心修善也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前面佛说的无痛无少，劝我们决定不能走恶报啊，很可怕，尤其是不能跟众生结怨啊，我没说人，比人范围包的大，众生包括畜生魔鬼地狱这些众生，他们正在受恶报，他们没有觉悟，怨恨心很重，很容易跟人结恶缘啊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回避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要去想他，不能说他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应当要学海鲜老和尚念佛，
回向给他们，愿他们早一天脱离苦海。修养自己的慈悲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佛是圆满的慈悲心，众生也是圆满的六道轮回心。六道轮回，是十善业的反面的守我。起心动念没有离开我，这就是念念在造轮回业。怎么能脱离轮回？佛、菩萨、阿罗汉他们是真正不为佛经语，佛在经上所说的话了，他们都听明白了，而且都能遵守，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所以这些人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我们很羡慕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啊，佛经语这句话三个字，通指舍我修善，备成获觉之一切法门。我们常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，教学49年，是经上常说。49年由此而来，这49年的教学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他怎么教的。他叫什么？啊，他有阶段的，像我们现在读书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佛的教学也如是。啊，小学12年，我们今天学校小学是6年，佛的小学12年。讲阿含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偏重在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偏重这里。啊，目的扎根，为王后、小臣、大臣。把根扎稳，今天南传的是小臣，啊，北传到中国这一支的是大臣，
大乘，如果没有小乘做基础，劣等，那你就错了。求学必定要按部就班，慢慢向上提升，这是正确的。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，例外的天才太少了。中等以上的人寻着佛陀的教诲，必定有成就。佛的小乘跟我们世间小学不一样，世间小学真的是小学，佛的这个小学十二年毕业了，称阿罗汉。阿罗汉的意思是无学的意思，阿翻作无，罗汉是学习，无学，无学什么？毕业了，六道轮回毕业了，他超越六道轮回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了，真成就啊！有阿罗汉到世间来，那是少数的一部分。他来干什么？肯定是回小向大。怜悯众生的心生起来了，自己脱离苦海，看看六道里头还有那么多苦人。菩萨在度，他发了个勇猛心，我去帮助菩萨，教化众生。这就是经教里所说的回小向大。小乘止于阿罗汉，大乘止于佛陀。佛陀超越三界，脱离十法界，小乘在十法界里头，他还有四个阶级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在他上面。他能离六道轮回，不能离开十法界。只有大乘摩诃萨。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大乘里面的大菩萨是智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指这些人。明心见性，虽然明心见性，他的无始无明没有断干净。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。他是法身大士，他住在哪里？住十宝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
就等同弥陀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啊，这个里面所住的修行人全是法身菩萨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他们来断无明，无明断尽了，证得究竟圆满佛，十法界真正超越了，圆满回归自性。啊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之十法界。十法界从哪来的？从一念不觉来的。一念不觉也叫无始无明，一念灭了，这一念没有原因，不但没有原因，实在说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梦怎么来？一念迷了，迷了怎么样呢？迷了以后念念迷，忽然醒过来，梦境不见，跟佛陀所讲的我们迷失自性非常相似。做梦的时间短，迷失无明的时间长，而实实在在说，现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越来越跟佛经相应了，这好事情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佛经不是宗教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量子力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佛教变成科学。我学佛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他告诉我佛教大乘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再过若干年，不但是哲学最高峰，也是科学最高峰。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，绝了。绝了自心绝，绝了就是回归自心。回归自心有什么好处？设法界六道的这些现象完全消除了，就如同真正醒过来了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个时候，现象不现象都可以。不现象，那现出来的法身呢？法身不但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也没有，
他没有相，他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宇宙。宇宙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大小不见了，大跟小是对立，所以觉悟的人之后，对立的念头完全没有了。对立是五种见惑里面的一种啊，五种见惑，学佛头一个要放下的，第一个是身见，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体生活，错了。怎么错了？自信能生万法了，它变现的是整个宇宙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，叫做看破。真正看破的人没有不放下的，不再执着身体生活了。什么生活？全宇宙生活，六道轮回生活，十法界生活，这才是真的。不是只现一个身，现无量无边身。为什么现这么多？业报所现的，业力不可思议。啊，业力是什么？讲到归根结底，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自己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这起心动念就能生万法，生万法我们六根就有感，跟外面境界就有感应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闻香，舌能尝味，它起作用。这个作用又在造业。不断的在造业。业现果报。啊，因果不断了。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。这叫轮回。没中断的时候，没完没了，这就是叫六道众生。那学佛头一关就把身见摆脱啊，身是假的，身不生活。你要认为这个物质的身生活，所有的身都生活啊，今天科学已经讲到量子了，最小的物质啊，量子生活，无量无边的量子都生活，是一不是二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量子力学家有科学证明，
量子小，里面含藏着整个宇宙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缩小，缩小成量子，量子扩大的整个宇宙，大小不二，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。佛法告诉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，说明什么？一体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中国老子的学生庄子，他讲过，这什么境界？这是大彻大悟，诸佛如来圆满的境界。能说出这句话来，在佛教里就承认他，他成佛了。孔孟老庄那个时代，中国跟印度还没有往来，中国人没到印度去，印度人没到中国来，但是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就证明了宇宙是一体，宇宙是一念形成，这一念是个错觉，变成梦境。用这个比喻好懂，但是我们很难接受，梦我们清楚，我们承认有假的，眼前事实真有啊，怎么能说的是假的？把假的当作真的，这叫迷。假的认识它是假的，不迷了，这就叫觉悟。我们如何从假象当中醒悟过来，这个重要啊。那为什么不能醒悟？妄念太多了，杂念太多。要怎么样才能醒悟？要入定，要修定。所以佛陀的教诲，戒、定、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，智慧开了就明白了啊。所以明白叫悟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是佛陀，大悟是菩萨，小悟是阿罗汉。佛法自始至终求的是什么？求的是觉悟，千万不能疏忽啊！觉悟心定就觉悟，怎么定？放下就定了，看破就定了，看破不怀疑了，看破放下不执着。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不执着，不怀疑，你自自然然就豁然大悟。
事实真相就明白了。那我们初学做不到怎么办？我们只好用佛经语熟思为之，然后过自端守，终生不殆。这就是佛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纲领。那学生的条件呢？学生的条件是尊身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尊身敬善是中国人的尊师重道，善是道，自信里面往外流的大真正的德行，就是后头这四个字：仁慈博爱。做到100%满分的是佛陀。做到10%的是菩萨。菩萨总超过半数了，至少也50%以上。菩萨。阿罗汉皮支佛做到10%、20%，我这样说法大家好懂。这8个字是做学生的条件，如果没有这8个字，佛门就进不去。佛门招生的条件就这8个字。现在学佛比过去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我们对老师不尊重。尊圣敬善我们完全搞错了。仁慈博爱的心是在口皮上、口头上，没有认真去做啊。所以学佛学了多少年，自己还是迷惑颠倒，不但没有进步啊，退步的人太多了，把经意识曲解的人太多了。我们遇到了，真不容易啊。我遇到3位善知识，才有这么一点点小成就。我很幸运，我这一代的人，遇3位善知识的人不多。遇3位善知识，要能够遵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，少之又少，
啊，中国人叫善根。什么是学佛的善根？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他不老实，他妄念太多，杂念太多，见异思迁，经不起外面境界这五欲六尘的诱惑，太多太多了。他没有看到好榜样啊！我们能亲近的老师，老师不但教我们，老师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！也就是说，这八个字。做老师的人字字句句学生要运气好，有这个缘分遇到了啊！只要你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，老师都愿意教你。你不肯学没办法，你肯学他真教你，无条件的教你。为什么无条件？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体，他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成一体，所以他能传道，你能接受，这多重要。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老师没了？老实听话的学生也没了，多难，遇到一个要把他当宝啊。要有善巧方便帮助他，成就他，让佛法世世代代传下去，不至于消失，这是大事。啊，道从老师那里接受来，义务就是要传，接棒赛跑，我要传给下面。如果不传，你的罪就大了，传到你这就中断了。古人讲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，你没有后的，没有继续继承的人，这是大过失。于是哪个老师不想找传人？找不到没办法，那没有罪，找不到，找到而不教，是传，这个最大。啊，我们接着学习前面这个念老的注解。我们从注解第三行看起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好了。佛经语：通持学悟修善，备成合觉之一切法门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是通指，要是特别指呢，那就是
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，这是别，这里我们要牢牢记住，要真正搞清楚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教，光说是大藏经，大藏经太多了，我们有时间休息怎么办？有小部的，虽然部很部头小，内容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的，没有广略的。那小部的就是净土三经，净土三经还多了，那怎么办？三经里面还有第一经，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就是三藏十二部，不但是释迦佛一生所说的圆满大经，再往前推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，全包括在其中。把它缩小，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再缩小阿弥陀经，再缩小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如果再省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，这还得了啊！你只要把这个佛号抓住，你就全都抓到了啊！所以叫我们熟思为之，从文而思也；端守不怠，从思起修也。这一段注解注得好啊，念了菩萨才来，不是凡人，凡人说不出来的。那读经目的是从文而思，把经典所讲的义理、道理、修行的方法、方法之后的果德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讲明白之后，他真干了。啊，底下一句。端守不怠，从思起修。修，怎么个修法？修是修正，把错误的修正过来叫修。第一个思想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妄念杂念太多太多了，统统放下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想无量寿经，这就对了。最简单的方法，心里头专想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什么样子？我们供的阿弥陀佛像，就想这一尊像，把所有的妄想变成一个妄想，
功夫就得力了，就想这一尊像，到时候真的阿弥陀佛来了什么样子，就像像中写的样子，因为佛没有像，佛现象是恒顺众生，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，你天天供的这个像，天天想的这个像，他现在当然是这个像，让你看到欢喜啊！我天天想你念你，果然把你想来了啊！想来了可别分别，赶紧求佛带我去啊，带我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就对了啊，求佛来接引啊，这叫起修，断手是正手，如教奉行啊。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界，还没办法摆脱这个世界，还得要生活下去。怎么生活下去？如教奉行。记住，我只要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能有些个小房子遮蔽风雨，足了，不再求了，通通放下。为什么放下？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。现在借假修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真的身体，无量寿啊！我们这个身体，细胞刹那生灭，一分钟生灭多少次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一弹指多少个生命？32亿8000年呢，一念就是一个生命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你这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。320兆，一弹指，320兆，这怎么是真的？它太快了，我们疏忽了，以为是真的。啊，这些都是基本的概念，事实真相，我们常常记住，在境界里头不会被迷失。啊，不起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一起来，我们就口里念一句这咒语啊，320兆，就把它解除了。其实它不是真的，下面念了引景心法师的话，端守者况邪守正也，邪的我们远离它，正法要守住。什么是真？戒定慧是正，违反戒定慧都是邪。啊，我们今天修这部经，这部经是正，这部经以外，以外都是邪。这要懂得。
啊，我们修念阿弥陀佛修净土，学华严经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你所学的跟你所修的不是一条路啊。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真正能守得住啊。啊，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就到华藏去了。不能夹杂，夹杂的时候两边两头都失掉。只能守一样，一门深入，不能两门深入，更不能三门深入。啊，必须要守正啊。守正就是一门啊。功夫上守正就是一句佛号。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所以尽此一生端守佛的教诲，终无懈怠。啊，认真努力去学习，啊，所以叫终身不怠，尊身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尽心曰圣，通佛身。佛是圣，身也是圣，佛是大彻大悟的身，啊，身是迷惑颠倒的身，都是身，不能轻视，都要恭敬。啊，学会一切恭敬，对我们有大利益了。啊，所以事出事法，有善的事出事法，是无上报啊，故禁止。啊，出事法是身教，世间法是经典，啊，都是无上法，所以要禁，这叫三宝，仁慈。仁爱慈悲，薄济众民。故人仁慈博爱，所谓博爱济众也。这些佛教给我们，我们要接受。什么叫接受？真干，真把仁慈博爱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对了。我真做到了，佛对一切众生仁慈博爱，我也能做到仁慈博爱。啊，当求都是拔断生死重恶之本。这个重恶之本是什么？注解里头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这就是拔出生死之本。生死之本是贪嗔痴，还有贪心，名闻利养。还有嗔恚，得不到嗔恚起来了，得到是愚痴，得不到是嗔恚。贪这个字很可怕，
必须要把它放下，要把它舍弃。我们在六道里头才能出头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一句话重要。轮回六道，贪欲为本，生死苦海，智慧难度啊，必须要觉悟，你才能度生死苦海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以智慧见斩断贪欲无明等烦恼，即是拔断生死之本啊，生死之本记住贪嗔痴，贪心起来的时候马上能觉悟到，我又搞生死之本了，我错了啊，贪财贪名贪色啊，贪权位啊，甚至贪佛法，总是用贪心来学，大错特错了啊！所以永离三途之苦，悟尽断悟，要把悟断尽；修善要把善做尽做好啊！这就是拔断生死之本。如是永离三途之苦，悟尽则通烧俱息。痛少包括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这些苦难你统统超越了，所以说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啊。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不知道啊，今天佛教给我，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之后的真干，不真干永远脱离不了，真干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真干？还没搞清楚，还没搞明白，还把假的当真的，这一关透不过，提不上去，必须这一关度过，我们才能向上提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